前一天特地到餐厅试菜，立委王世坚看到柯文哲被羁押禁见，要赶紧履行送羁押便当诺言，不止配菜选好了，甜点饮料一样都没落下。再来就要起诉了，所以我会把羁押便当跟起诉蛋糕一起送给他。我怕那个太热，其实那青菜容易被酸掉了，都要找根茎类的吼配菜。昨天上囚车那个样子，对，加送一罐能量饮过去。除了送吃的，帮柯文哲补营养，王世坚也怕看守所太无聊，再加码送上一份礼物，送他一本精简版的甘地传。甘地说，人就是心理的产物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便当礼物统统准备好了，而原本两人对赌要高空弹跳或吞曲棍球，不过柯文哲现在人在看守所，该如何兑现？他已经被羁押起来了，那难道我们要帮他保释，向法院请假让他出来跳吗？这都是不可行的事情。网看一面放过柯文哲，王世坚也提醒民众党应该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走。贪渎而被收押的创党主席，照说应该开除党籍耶。那你民众党做了吗？昔日一场上的老对手从高峰跌落谷底，王世坚心中也有不少感触，最后总结出八个大字要送给柯文哲。我不生唏嘘，我哀今勿喜。三立新闻周维志王一德台北报道。